上去啊？妈妈还在骊山哦。应该是吧。啊，我来我去，我嘛无确定啊。我抓破介绍三明治变较好啦。你不要惊死哦。啊，无伊卖遐平，你啊做做敢有钱通去职业旅行？他妈妈跑掉了啦。我妈妈没有跑掉。你为什么乱讲啊？你到底在干嘛啊？你不打回去啊？靠，没穿 bra。你真的可以带我去吗？我哪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人会管我去哪的啦。张毕业，他最近在家里蛮乖的，我没有打他哦。跟上，来六年级参加辩论题投生。我们客服班那个张毕业又离家出走了，不要太寂寞。妈去哪里？